老板，老板，听说你这里可以钓翘嘴呀、很少跟人家钓，很少跟人钓啊。你这让我钓一下嘛，我这新手。钓一下的时候，我这边的时候收费很贵啊。多少钱呢？一天两千。两千块钱呢？对，最大七八斤。小的多大呢？小的七八两。七八两。哎呀，那主要的这多大的？主要的时候，我也跟你讲不清楚，移的时候、还债的时候、水库里面的移的时候、大大小小的时候都有，哪里的时候，它自然生长起来的。那我钓半天，你看多少钱？钓半天1500。一千五啊？对。你说两千块钱钓一天嘛，你半天得一千五。我钓三个小时，你跟我少一点。三个小时。我新手，新手。算1200，3个小时。1200。1000，超过1000块钱算了。1000块钱，万一我钓不到，多一个100，多一个100。哎呀，一个人上一点，一个人下一点，1100啊！啊，对。万一我钓不到，我也不找你退钱。那没办法了，这个是钓的到再多了，你哪去啊？真的。啊，钓不到的时候，反正的时候。这下雨天不好钓啊。钓不到的时候，下次再来。下次再来。对，下次保证钓得到。这个鱼反正的时候自己长起来了。好好好，那我试一下。好。1100块钱。钓三个小时是有难度的，输赢就看他到底是七八斤还是七八两。啊！炸！这个现在去了的呀，等会儿下雨会不会涨水回不来呀？这钓翘嘴就是越远越好啊，越中间的越大，越边上的越浅。这么贵的钓费，只有玉米打窝、玉米钓才能暴富啊！否则就是亏本。打窝，9米的杆子，10米的线，4号主线， 2.5 号的子线，你看这钩距多大，这么大的钩距，目的就是想钓双尾。我把个倒刺加一点点，这样的话摘鱼摘得快一些啊。先打窝，翘嘴，快来，刚开始就是诱鱼，一定要打得快，抛一杆打2到3勺。时间就是钱呐、哇，甩得这么直。嘿，飘着晃。嘿，有小口。哎，这吃吃吃。来耶。哇，真是臭嘴。不过没有七八斤呐、也不止七八两。哎，草鱼。哇，这不得了，草鱼。过了半天好不容易来鱼了，结果第一条是草鱼。这草鱼虽然大不值钱呢。先草鱼拿着，再来走你。都是谁？好像是翘嘴的，翘嘴翘嘴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。翘嘴来了，来看那花，来双尾一个小的，下面是个什么鱼？快快快，帮他抄一下！哎，先抄了个大的，先抄了个大的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好大，哦，这条好大，这小的再进来，这就是老板说的七八两，七八斤没有啊，四斤多是有的。别跑！哇，这条过瘾！我一看到那个花，就像翘嘴的花，在面上抢了个玉米，结果还来个双尾，这一条就得值100块钱。再来，走你！嘿，哇，火箭口啊！吃了吃了吃吃吃吃，来呀！哎呦！打早了，这钓翘嘴啊，飞那种黑漂，慢慢的下去，哇，那就是又大又稳。像那火箭口一般都是小的，这时候玉米就挂大一点，尽量挑这个大个的玉米挂，越大那个吃的那个鱼就越大。那功还不大、啊。哎，不行喽，感觉要亏了吧？啊，可以吧？感觉要亏了。那钓了那么大的，全部钓了小的，这个才2斤左右。这小的吧？你不是8斤的呢？8斤的时候，我都现在保养一点，现在都是8两的。
关键是我要亏了，能不能退100给我了？啊，老板那时候没有差100块，80块的。哦，不差那180的。对，老板有的是钱哦。哎，也不没有钱喽、哦，就靠钓点鱼养家糊口啊。那就烧钱。哎，不是我。但我养鱼赚的话是。哎，我就是，我就是靠钓鱼赚钱的。啊，这今天估计要亏了。那做生意的时候肯定是有赚有亏的，哪里的时候一直赚的。我努力，今天碰了个下雨天不开口。对，哎，这个老板你别在这看呐，你看我发挥不好。那我是当然怕你钓不到最好。是是是，你钓不到就算了。这是两个心肝的，是最公道的。对对对对，钓不到算了，你快回去休息。你在这里我发挥不好，我紧张，我连抛竿都不会抛。你看你一来他不吃，这不会。哎呀呀呀呀！你一来他不吃啊？会不会草一来啊？这个啊？钓了一个草鱼，我讲说今天那时候他刚刚啊，你看这一来都打空枪，我紧张，你快快快回去，快回去，走你，来了，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最少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最少100块跑了哇，多。感觉窝子的鱼啊吃的不是那么好看，就是鱼太小了就变少了一些。这个时候就要多补一点窝啊。一次打5勺，走你，来，我打2勺，吃的来了。都是哎哇没吃进去，哎拖走了。哎就要这个节奏。完了，这一群都是2斤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现在都是2斤的，30。拖走了，双尾啊，这一个，哎，两个，这操的蛮好嘛，这2个8斤，哎。这一个3斤，这2个就6斤。哎哎哎哎，拖走了，哎，就要这个节奏。80，哎，到手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力气还没卸完，4斤，要打着它。下去就接，哎，接走了，五、哦、哎双尾，哎呀呀哎呀，哎呀哇好过瘾，哎呀先抄上面那个大的，哎呀呀呀呀呀，那小的都不抄了，这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，哎呀呀呀呀。还有一个，来快点！好像老板一来，这个鱼爱吃一些似的。老板不在这时候，半天钓不到一个。正上鱼的时候，老板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生怕他看的不让我钓啊。幸亏鱼湖里面看的只有几条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了！哇哇，这条可以，这条也可以。哇，这，哇、哦，摇摇的摇的，3-4斤我就满足了啊！哇，这可以啊！还没有狂口，还要打。吃！哇，你真说没有狂口，他就来了。哎，这个小一些。哎，又一个。像这个爱吃不吃的时候，你只要打一勺子，他马上就抢走了。你看啊，打，再看他马上就抢走了。这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来！我说了个爱吃不吃的时候，你就补一下。
两斤的30。哎，兔子走了，就像这个效果，双尾啊，哪个大些先找哪一个啊？好，把这个抄着，那个再抄不到了。来了，快，对，哇，这两个200块，这一条，一个抓不了，两个，所以好多人一看到那个口不太好，他就换小线，实际上是鱼太小了，或者鱼太少了。这个时候重要做的事就是搏，再打两勺，大的别走。又吃了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哎呀，这个可以，都是钱呐，争分夺秒的，哎，50块，又拖走了，这个可以，哎，又拖走了，哇。拖走了，哎呀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也稳住，哇，哎呀，时间到了，不钓了，看一下鱼货，哇，等会会不会扯皮呀？这200斤都差不多，扯不七八斤，大的不少。哎呀，我都不用，哎呀，大爷，我钓这么多了。那我一斤就20多块了，他说3-4千了，怎么的呀？我收你1000块，他说1100了，说我们亏了面子亏多呀？我钱退给你，退给你一段了，你算了。啊？钱退给我呀？对呀、啊。那不行，哪里的人不行？不行的。我们这说好的这。那送你几条啊？送几条啊？嗯。那这样，我看你家那个鸡能不能让我抓你？送你2条鱼就算了。2条鱼算了，再2只鸡。不行。2只鸡，那我把鱼搞走。那一个人说弄一条，一条啊，嗯，2条，我拿2条小一点的，你啊，拿两条，两只鸡，好吧，鸡，三母鸡给你，不，鸡是主要的，鱼我三母鸡给你就可以了，鱼我只要2条，那鸡说好了呢，啊，可以。就这个可以不？哪里头？咦，这抓鸡的水平跟个抓钓鱼的水平差不多啊！这不花钱钓鱼感觉真好啊！一只鸡，2条鱼，今天晚上得找个好餐馆。